我们的大标题叫“相爱不必相杀，爱的五种表达”。每个周四的晚上，我们讲一个爱的表达。目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第一课言语的表达。那么我在听过的朋友不要嫌烦，我再复盘一下，这个言语的表达不光是你用嘴巴说出来的语言，也包括你的目光、你的肢体，这些都是言语表达。那么这些个表达，你让别人觉得暖心，那个人才能收到爱，对吧？我们第一课主要是我们也在课堂上示范了啊，什么样是暖心的。那么我们的第二课，我们讲了那个，用心的陪伴，就是高质量的陪伴，就你舍得给这个人花时间，这个人也是能收到爱的，对吧？我们上节就上个周四，我们讲了高质量的陪伴。我觉得特别开心的是，就是我们在群里头，咱们不是有个群吗？在群里头，当然我每一次都有作业了，对吧？有的朋友就也做作业啊，还有一位朋友就问我，就是因为我也给大家交作业嘛，我交了一个我的高质量的陪伴，就是我在这个周一啊的下午，我请了我和邻居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唱唱歌，喝喝茶啊。后来我就是我给大家的，反馈，我就说，哎呀，我发现我这个高质量的陪伴，我给我打10分，因为，我一次陪伴满足了爱的3个维度。就有一个朋友在群里问，老师，为什么你说这一次陪伴满足了3个维度？那么我在群里已经回复过了，但是我想这里头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今天才来，我就想说一下，爱的五种表达，但爱还有3个维度。就是一，我们怎么给别人爱；二，别人给我们的爱，我们怎么去感受它；三，还有一个爱，就是我们怎么爱自己。这三个爱都有，我们才说这个人他是真正是一个活在爱里的人。所以我就在群里说，为什么说我喝了一个下午茶，3个维度的爱我都达到了？就是第一，因为我们讲嘛，高质量的陪伴，你要给自己的最亲密的人要给他一个固定的时间，让他觉得你是啊，他是你的唯一，对吧？那么我先生上次我讲课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我先生特别看重那个每天的下午茶，所以我会变着花样的去想办法让他这个下午茶喝得特别开心嘛。所以我也就是灵机一动，因为我最近有时候课又多，我还要出去参加一个合唱团去排练，有的时候就把先生忽视了。我就说，哎，这个下午茶，我也想个办法，我就跟我们的邻居的院子大又有花嘛，我就跟他商量嘛，可不可以在他们家的那个院子里一边赏花一边喝茶，他就愿意。你看，这个就是，哎，我先生就会觉得今天这个下午茶喝得很隆重，那我高质量的陪伴了他。但同时呢，我又请了其他的邻居，还请了中国的2位我们教会的朋友来了，哎呦，把我自己也陪伴了。所以你看。我这个陪伴爱了他，同时也爱了我自己，对吧？再同时呢，我也陪伴了，就是我的邻居，而且我从邻居、还有先生、还有我的朋友身上又收到了一份爱。你看，这不是爱的三个维度都满足了，就是第一，自己把自己也爱了；第二，把别人也爱了；然后呢，也收到别人对自己的爱了。我就顺便的在这儿呢。再说一下所谓的我自己体会爱的3个维度啊，什么叫刻意练习呢？这个就叫刻意练习，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在想，我是在做什么呢？我是想要达到什么效果？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我是为了先生，为了陪伴他，比方说，我认认真真的给他准备一次下午茶，但是我不一定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多么的愉悦，我是很清晰的知道是他需要陪伴了，因为我给了他这个高质量的陪伴，他就收到爱了。可能最近我给他的陪伴，有点不够，他可能在爱这上面有点缺乏。那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给他了高质量陪伴，可能我并没有在意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收到爱。所以我说，上周这个周一的那一场下午茶。这三个就是，其实我也很享受，因为我最喜欢秋天，而且我们喝茶的时候，天上呢有大雁飞过，哇，那又是让我觉得
非常温馨，甚至很触动我的一个瞬间，就是，你秋天来了嘛，然后你看落叶飘飘，有一些感怀，我就说，哎，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收到爱了，所以就是三个维度都满足了啊。然后呢，上个星期呢，我们也有个作业嘛，啊，你看，这是上个星期的课件，我就说，哎呀，我为了让先生喝好这下午茶。我费了多少劲呢？那时候在西安的时候，在中国嘛，他一个人在家待着嘛，我就要给他这个陪伴。那现在呢，我不是又继续让他好好的喝这个茶，满足他。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有一个作业，高质量的陪伴，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回去都打分了没有呀？有没有就是问一问自己的爱人或者孩子或者父母，就是亲密关系，我们说的重要他人嘛？就是哎，我给你的陪伴觉得够不够呀？时间上够不够呀？质量上够不够呀？有没有打分啊？我想知道一下在座的哪一位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或者你举手呢？咱们就把你的话筒打开，你自己把话筒打开也可以的。哪一位你发现了什么？有没有啊？方老师，我可可以以打说一下吗？哎，王倩，好啊，太好。好了，你可以把你的那个视频打开，大家也可以看到你的，哦，好。嗯。好，那我就觉得这个，打分呢，我觉得，可能作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啊，我觉得这个亲密关系，我把我老公冷落的可能稍微多一些，但是对孩子呢，我可能又用力过猛一些，对，所以这个，就说这个度很难。就是可能到最后还是说像做那种您说的三个维度都满足，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说老公、孩子还有我自己，更还有像邻居啊这些都能照顾到，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可能是最好的。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说，可能我经常会冷落老公，会过力在孩子身上。那我有一个好奇呀，那有没有，下课了以后，说，哎，老公，你给我打个分吧，我给你的高质量陪伴，你能给我打多少分？有没有问过他？我想，可能他可能会，因为他很，我觉得他很是，因为我老公也是美国人嘛，他可能会照顾我的情绪，他会给我打的高分比我自己给我打的分要高一些，可能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欣赏多一些。期待多一些，抱怨少一些吧，我觉得他。OK，那王倩，我还听到你说你给孩子的那种好像多了，给老公的少了，那你给你自己的陪伴呢？我觉得像我们来上您的课，我觉得这可能就体现着一种我们想跟您学习，我们想爱自己，正确的爱自己。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不断学习。可能在这方面，我给我自己打分可以高一些。哇，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又有一个觉察，就是像每个周四的晚上和大家坐在一起啊，通过网络这样子，咱们在一起成长哦，我也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个高质量，就是你们给了我高质量的陪伴，我也反馈给大家高质量的陪伴，同时也是爱我自己，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了一下，我每个礼拜四坐到这儿的时候。我还要特意换一件衣服，还要，你看我这个衣服上还有一个亮闪闪的，装饰，我还要画一个口红，而我内心是喜悦的，是激动的，这也是爱我呢，高质量的陪伴。哎呦，我就突然又觉察，这个课程实际上也是三个维度都满足了，是吧？也给了别人爱，别人也给了自己爱，同时也爱了自己。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白天都忙忙碌碌了，晚上还舍得用这么点时间来提高自己哦。
而且我觉得方老师很感谢您这种很真诚、很大方的来分享自己的这种老公啊、自己的孩子这些，我觉得要让我们看到了您的很真诚，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也愿意分享。哇、哦，太好了！其实你知道吧，我学心理学第一课的时候，我当时想当心理咨询师嘛，有一位老师，第一课就给我们讲说，你想当咨询师，你想帮助人。但是有一句话，就是一个人不可能把别人带到他自己达不到的高度。你自己都没有那个高度的话，你去跟别人讲，你是光说不练，你是假把式。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学了心理学，那么我就把每一个理念化成自己的行动。然后如果说我真的我的，你看我们说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爱，如果我真的能努力工作，我也努力的去爱我身边的人。那我才能成为弗洛伊德说的那个健康人，所以其实我就是，就你在群里也表扬我了，你说哎呀，方老师，就甚至是勇敢的啊，去打开自己，我就是想让大家看到，我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假把式，我是认真的、用心的去工作、去爱，去把我的心理学的理念，就是说到也要做到，也是想给大家一个鼓励呢。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特别不会沟通的，婚姻也失败过，也跟孩子闹过矛盾，那就是痛苦了就改变了，所以我谢谢你给我的这个肯定和鼓励，我会继续成长。好的，关于这个作业还有谁？谢谢你，王倩，还谢有谁谢。愿意分享自己的作业呢？就是本周这个作业，如果那个没有的话，咱们接着啊，咱们接着进行新课。好，谢谢你，然后你看啊，其实我们那个，我们之所以让大家做作业，就是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在知道和做到之间，它是有鸿沟的，所以为什么这个课是个系列的课？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群？为什么我们要在群里做作业？都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大家听的理论都很多，但是真的落地很难。我自己是这样走过来，我觉得太难了。大家一起往前走可能会好一些。所以没有时间啊，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就是复盘一下。那我还想就是群里头，就是好多朋友就在讨论，在上节课讲完了之后，这一周。群里头有很多朋友，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来，我就大概呢把这些问题刚才呢就，匆匆忙忙汇总了一下啊，我就探讨一下吧，也不敢说我给大家解答，我就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或者说我的经验，我来咱们探讨一下啊，就是那个Laura。说了一大段，就是说这个夫妻关系第一位，亲子关系第二位。那如果这个爸爸总是骂孩子、打孩子，那么作为妻子来说，你还是应该跟父亲站到一块儿吗？还是怎么办？就是说，你看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是很普遍的问题。当然，我在群里我的回复就是，那一方面呢，我们作为妻子，我们和爱人去沟通。而且是要温和的坚持，不停的沟通，因为这个爱人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孩子，他一定原生家庭里头，带出来的一些东西，我们马上让他改很难，但是我们要温和的坚持，不停的沟通，甚至我也给那个 Laura 说，你可能要沟通一辈子。当然，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告诉孩子，就是作为妈妈，一定要是一个爱的一个传递的，或者说你是个翻译官。你要让孩子从爸爸的那个打骂态度不好、烂包装嘛，看到爸爸内心，实际上是因为爱孩子，只不过是表达方式不对。妈妈要这样子去给孩子做一个，转换，对吧？后来我就特别开心的是，又有一位朋友叫美玲，她又单独的跟我聊，她说：“老师，你刚才给 Laura 回答的那两点，我觉得还可以再补充一点。”他说的那一点特别好，我在这儿啊，Laura，你在不在？我也就再转达一下他的意思，我也同意他的意思，就是说，同时我们作为母亲还要教给孩子，面对这样一个暴躁的、
或者动不动就又打又骂的这样一个父亲，让孩子去跟这个父亲勇敢的去做沟通，当然不是去吵架，我们让他用那三句话去沟通，然后今天沟通，明天沟通，后天沟通，就是，不去讲道理，也不去争对错，只说，爸爸，你这样子说话，我很伤心，我很难过，就说期待，说感受。而且呢，这个美玲她还说了一句话，我也特别赞赏，她就说，这个孩子以后将来在人生的道路上还会碰到形形色色像爸爸这样的人，脾气暴躁不好。那么从现在开始就拿爸爸练个手，拿爸爸练个手，就是跟这样子的人我怎么相处，我怎么理解他。第一，当然我理解他，心是好的，只不过是包装烂。那么在这种人，首先我接纳他，我看到他烂包装后头的一颗红心，对吧？我能透过那个烂包装收到那个爱，同时我还要去和他怎么去相处，怎么去沟通。哎，我觉得美玲的这个点子出得特别好，所以那个 Laura，我也就转达给你啊，我很欣赏他说的，他补充的这一点。还有咱们群里有一位孤烟，他就说，前面两节课听了以后，突然就觉得自己以前对孩子，欣赏的少了，赞美的少了，批评的多了，所以孩子现在都不愿意跟他说话，所以他马上呢就跟孩子做了一个道歉啊，我相信他肯定是。或者在微信上，或者是在短信上，给孩子写了很长的一段话。这个活儿我也干过，当我孩子不理我的时候，我也给孩子道过歉。然后姑爷，我就觉得你可能有点失落，就是孩子一直到现在也没回复你，他肯定是收到了，但是他没有回复。那我想给你说的是，继续努力，温和的坚持。你不管他回复不回复。就是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做错了，我们道歉是我们的事儿，别人原谅不原谅我们是别人的事儿，但是我们只管把自己该做的那一部分做了，我们就好了。也许孩子可能我们有时候伤害了孩子，孩子一生都不原谅，不原谅也是他的事儿，但是表达出这个道歉是我们自己的事儿，所以我们就有一句话，就是说自己的事儿做好，别人的事儿少管，老天爷的事儿不管。那么把这个分清楚了，其实我们就不会，特别纠结于啊，我要是你看老师我都学习了，我都道歉了，那么其实他也有错，他为什么不改变？他为什么不道歉？那个跟你没关系。就是我们还有一句话，谁痛苦谁改变。有很多家长看到孩子，不上学啊，打游戏啊，特别痛苦，然后就说老师，我能不能把这孩子揪来？你来，给他做做咨询啊，孩子不来，我怎么办？孩子不来，那孩子不痛苦吗？那你痛苦，你改变，那你就改变和他互动的方式，你用更科学的方式和他沟通，而不是像过去。我觉得我们家长，包括我自己也犯这种错误，就是憋不住了，就批评，就指责，就攻击，就骂，骂到最后呢，两个人就抗，就对抗，一对抗又发现这种硬来硬的不行。好了就来软的，软的好像也不行，后来就干脆我就不管你了。那我觉得可能最后我们就变成什么，要么忍，要么残忍了。可能最后呢，我们是要做到的是什么？温和的坚持，就是既不忍也不残忍。不忍就是我看到你做的事情我不舒服，我会表达，但是我表达的时候又不会伤害到你。我们当然会有这种办法。Laura 今天在群里发的那个视频呢，那个第二段视频，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表达自己，同时不去伤害别人。当然，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时间磨练的一种沟通啊。还有的朋友跟我说，老师，你讲的这爱的五种表达，这都是套路，觉得用处不大。其实我个人的体会啊，我说是套路，对，你也承认是套路。但是你真的，如果你内在不强大，这套路你明明知道你应该用，你就是用不了。甚至我说让你去道歉，一个内在不强大的人，他去道歉的时候，他心里百般的委屈，然后他是道不出来这个歉的。还有一个内在不强大或者说看不见美好的人，他也没办法去赞美欣赏别人。所以我在说，我说这种爱的表达，它一定不是一个
表面上的改变，一定是你内在强大了、成长了，你做的一个改变。而且它不，套路是什么？今天用了可以明天不用，而我们的改变是一生的，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学会真正的表达爱，我们也学会去发自内心体会别人的爱，就是我们说的，而且我们还要学会爱自己啊，这是三个维度。所以你看我这儿的就是已经把这个一二三四五这个问题差不多回答了，就是谁痛苦谁改变。然后呢，温和的坚持做不到的人，就我明明知道要温和，但是事情一出来，我马上就暴跳如雷了，我原来的那种沟通模式马上又回来，又是指责啊、攻击呀、啊，我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那其实可能你心里憋的情绪太多了。当一个妈妈老在爸爸那块得不到情绪的那种支持呀或者爱呀，妈妈内心是枯竭的，然后她就会很暴躁，有时候就不小心就把这个情绪就发在孩子身上了。所以你可能你温和的坚持做不到，你可能是要处理自己的情绪。我记得有一个小男孩曾经给我说过嘛，说的是我妈有时候就打我，有时候又骂我，我一点点小问题，甚至莫名其妙就把我打一顿骂一顿，骂完了以后又抱着我哭，又说啊，妈妈这都是为你好。这小男孩当时也就八九岁吧，就说，哼，他是弄不过我爸，他才弄我呢，他根本就不是为我好。你看这小孩，他就看得很清楚，是你自己的情绪问题。然后呢，你发到我身上，所以你看，真的不是套路，真的是你内在，处理自己的情绪，那你方法很多，对吧？还有就是，我觉得很普遍的就是，好多朋友在群里就问，孩子在家打游戏不上学怎么办？啊，或者是，就是也不出门了，甚至有的小孩儿不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啊，怎么办？我发现呢，就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你看我上次就说，有的家长就说，他每一次拿手机，我也不能说不给他。他要手机的时候，我让他讲一条打游戏的坏处，他讲出来我就给他。然后这就是一个叫什么心理暗示，时间长了，慢慢的他就越来越讨厌打游戏了。那还有一个家长啊，这也我也是分享别人的，他就给我说。我是怎么让我儿子最后就不打游戏了，去上学呢？那我就告诉你，他说我是接纳的，对你喜欢打游戏，打游戏特别开心，你玩手机，你不上学，那你就在家玩，那爸爸妈妈就要养你嘛，那你不上学，你没有一技之长，那爸爸妈妈要养你的话，可能呢，我们现在就要那个，爸妈要拼命的工作，要挣钱，甚至咱们家的钱要少花一点。就是你将来你要花很多的钱嘛，因为你不上班嘛，你要在家玩嘛，你就孩子给他们说了嘛，我要玩一辈子嘛，那可能就是我们只能满足你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你愿意在家，就是你要在家打游戏，那你付出来的代价就是什么？你想好吃的啊，那些东西你可能也吃不上，好玩的，其他的东西我也不满足你，就最低的生活的，我让你运作着，营养够了就行了。你想吃个好吃的，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要存钱，为你将来没有办法去工作养活你自己而挣钱，同意吗？孩子也同意，同意了之后呢，就是爸爸妈妈不管他，他天天打，但是吃饭吃得很简单，吃了一个星期，孩子就受不了，说他还想吃点肉，或者说想吃点好吃的，当然肉爸爸妈妈是给的，但是就是。也不管你味道怎么样了，就是一般嘛。你那个蛋白质够就行。后来孩子就要吃这个，要吃那个零食，这个都没有办法给你啊，因为我们存了钱，也将来要给你要养你的嘛。后来这孩子打打打，就是当你就是放开让他打的时候，他好像后来又觉得就没意思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越不让他干的事情，他可能越想干吧。后来这个家长是这样给我分享的。后来他孩子也最后就回去上学了。然后群里头刚好又有一个朋友也在说他们家的那个就是他哥哥嫂子的，就是他家的那孩子，整天打打打，家长各种方法斗争都做完了，就是还是管不住这孩子，算了，就放任自流了，说你愿意打打吧。最后这孩子呢，打着打着就没意思了。后来最后又自己参加了一个考试。现在到日本留学去了，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都有办法。总而言之呢，可能是，
如果是青春期的话，硬的硬来是不行的。至于说软着怎么来，我想大家摸索吧啊。那个，我觉得是这样，这就是青春期发育的规律，就你越不让他干了，他越得要干。啥叫个逆反？这就叫逆反啊。那么还有的朋友就是他说，老师这作业我完成不了，就是因为我们的作业就是你要去跟先生或者跟孩子沟通说，哎，我给你的赞美欣赏，你给我打多少分？那有人就悄悄的给我发啊，就是对方不配合我怎么办？对方打击我怎么办？那个我就是觉得啊，当我们从一个旧的模式里头要进入一个新的模式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习惯的，对方也是不适应的。你别指望你一改变，对方马上就配合。然后啊，我们去赞美对方，对方马上，哎呀，妈妈你做得很好，他也赞美你，没有那么快。不配合是他的事儿，你去做是你的事儿。他打击你，打击我怎么办？那我也给大家分享。我原来最早和孩子说话的时候，就是对着，就是讲道理说事儿，然后呢就和孩子就很对抗。后来我学会了，哦，真正的沟通是讲感受，是共情。那么我就会说，哎呦，宝贝儿，妈妈想你了，啊，这个事情，妈妈有点担心，怎么的，啊，妈妈爱你，妈妈想你。过去我很少给孩子这样子表达，然后我孩子当时就非常不习惯，就妈你正常说话啊，你学了个心理学，看把你学的走火入魔了。就是当你真正的用你的语言能够正常的表达爱的时候，他反而觉得你不正常了，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给孩子灌输的那个方式是错的。那么当他这样说我的时候，我就怎么办呢？我妈妈现在学了心理学，妈妈知道过去跟你沟通的方式是错的，让你收不到爱，妈妈在改。那你要是老打击我，妈妈就很委屈，可不可以给妈妈多一点的鼓励？你看，我就还是不停的温和的坚持。你一打击我，我很难受，我需要你鼓励我、支持我。到后来呢，慢慢的，哎，我就，开始叫宝贝儿啊，妈妈想你呀、啊，妈妈爱你呀、啊。过去很不说的，后来就这样子说到最后，我发现其实他挺享受的。虽然他嘴上说，你别走火入魔了啊，你正常说话，但是我觉得他是能收到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对方不配合，那我们就温和的坚持。比方说，哎呀，老师让，你帮我做做这个作业吧，老师让你给我打个分。对方说干啥呢？干呢？那是烦死了。那你今天没时间哦，那明天嘛，明天没时间，后天嘛，这个就叫温和的坚持。因为我现在想改变嘛，我现在想给大家真正的爱嘛。你别指望你刚一改变，对方就回应你，没那么快。还是我上节课说的那个话，小火慢炖，不能停。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有个强大的内在了。所以我还是在说啊，就是你知道，当我们批评别人、指责别人的时候，那都是我们的本能。那这些本能呢，只能让我们活着。但是当我们能赞美、欣赏，能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这个是本事，是后天修炼出来的。所以我想呢，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就是为什么要做练习呢？要刻意练习，就是这个本事是练出来的呀。有了这样的本事，才能发现美好，才能传递爱。那么有爱的那个才叫生活，对吧？活着和生活其实它是质的不同啊。生活是什么？我个人的体会，一个人说他生活是因为他在关系里头有亲密感，他在生活里有幸福感，就是日常的啊，就是秋天的落叶啊，雁过蓝天，或者春天的一朵花开，生活里有幸福感，就是这种小小的事情我能体会到幸福。最后谢幕的时候有欣慰感，什么叫谢幕的时候？就是我们老了，临死的时候，我们回顾这一生，我们是欣慰的，我们没有悔疚。你看很多人，因为这辈子没过好，临死的时候，哎，你看我这辈子过成啥样子了？那要那样子说那一句话，那你咱们这课你就白听了。就是我们学习了，然后我们改变了，我们创造出来爱和美好了。最后我们谢幕的时候，欣慰感，回顾一生，我是欣慰的，我爱过，啊，
我哭过，我笑过，我爱过，这个叫有欣慰感。所以就是大家不要嫌麻烦，这是为自己创造生活呢。生活和活着是两个概念，生活是有质量的。OK，那么就是这是复盘了一下咱们上节课的内容嘛。今天咱们来讲爱的第三个表达，贴心的行动的表达。来，第一个案例啊，就是我有一次在一个单位里去，也是做这样的讲座。单位里有一个领导，在我讲座完了之后，就给我讲说：“哎呀，我就特别头疼，我就不愿意回家，为什么呢？就是，哎，我他就说我爱人就挺麻烦的，让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我就说举一个例子吧，他说你看啊，比方说那个，每天早晨呢，我爱人就非得让我喝这杯牛奶。”然后要盯着我喝，其实我特别讨厌喝牛奶，我就给他说了多少遍我不爱喝牛奶，但是他就说这个牛奶，对身体好，你一定要喝。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他一转身，我就把牛奶倒马桶里了。但是只要他盯着我，我就必须喝。他说还有诸如此类这样的事情。你看，咱们今天在讲爱的行动的表达，就是服务的行动。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妻子想用这个，每天给先生做饭啊，让他喝牛奶，给先生提供这个服务，他认为这是我爱我的先生，但是他可能都没有想到，他这个爱的服务竟然让先生这么头疼，这么抱怨啊。后来当然他就说了，你看能不能见见我爱人，跟他做做咨询啊什么的。后来当然我也见了这个妻子了，我想说一下啊，这个情况是什么？其实过去呢，这妻子基本上就在家里待着，就是做饭啊、料理家务。然后那个关于这个强迫先生喝牛奶的这个服务，事实上是从去年开始给严重了。为什么？最后其实是去年他先生提职了，就是那他先生不是当领导的吗？官位又提高了一级。妻子有紧迫感，有压力了。大家也知道，国内那种那个官场上啊，就是你那个位置再高一些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有很多女人就会来嘛，对吧？就来招你嘛。妻子是有这个担忧和紧张的，所以你看，丈夫呢，妻子就说我丈夫回来就不跟我说话，而且经常就把自己关到房子里头，我也就。也很焦虑，也很担心啊，也就早上吃早饭这点时间，我们能在一起啊，我就会逼着他喝牛奶，好像妻子再没有别的办法去爱这个丈夫了。那么其实在这儿，我想有一个课堂的讨论，那么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夫妻关系了，就是我们说爱的五种表达，第三个表达就是。服务的行动，大家看看妻子的这个服务的行动，太固执了吧？那么为是什么导致他这个固执呢？那么，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应该提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对吧？这是一个案例，还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也是一位妈妈给我讲的，就是可能女儿就是青春期吧，上初中。有一个课该上了，可能报了名，该上又没有上，就把这个课给耽误了。妈妈就很生气，为这个事情就把女儿批评了一顿，妈妈就上班了。等到妈妈回来了以后，一看女儿把厨房弄得很乱，然后呢给妈妈端了一碗面，说：“妈妈，我给你做了一碗面。”妈妈说：“我当时就火冒三丈啊，就说你本来把那个课耽误了，你应该在家里头去。”把那个作业做一下呀，你又浪费时间，又在那儿做面，而且确实话那一碗面太难看了，所以妈妈直接上来就一句：“你把这是原话啊，不是我说的。”这妈妈说：“你看你做，你浪费时间做什么面呀？你而且你这面做的就跟一坨屎一样的。”哇，这个话一说，女儿就崩溃了，就一个星期就都不跟妈妈说话。好，那么这又是一个案例啊，这就是女儿在给妈妈做一个什么，
爱的表达、服务的行动，我给你做了一碗饭吗？那么，其实这个妈妈后来也私下里跟我聊，就是哎呀，后来我一想，我当时说那个话也太过了，那么，其实这个妈妈和女儿他们俩就是，就他们俩，因为这个妈妈和丈夫早都离婚了，就是她和女儿就生活在一起嘛，她有一些焦虑，现在这两个都是服务的行动。你看，我们说有的时候，那个亲密关系，不管是夫妻关系还是亲子关系，就这么一个行动，竟然呢会带来矛盾。我们总是说，哎，妻子给你把牛奶热好了，给你端上来。那我们做妻子都说，哎，我已经好得不像啥了。那丈夫还因为这个就抱怨成这个样子，就甚至痛苦了。为什么？怎么解决？女儿辛辛苦苦给妈妈做了一顿面，然后还招了妈妈一顿骂。而且还骂得那么难听，反而最后弄得一个星期不说话，又为什么？那么解决的方向是什么？我想听听大家有谁呢愿意呢？分析一下吧，你就自己把你的话筒打开，可以表达。咱们先来第一个吧，第一个解决的方案，大家觉得应该是什么？就是你如果是那个妻子，你可以怎么做？你如果是这个丈夫，你可以怎么做？潘老师，你好。哪位？我是 Helen。Helen，好。你好，对，哎。我想说，我们第一个问题，丈夫关于喝牛奶的抱怨，如果我是那个妻子，我会因为您刚才说的妻子，担心就是丈夫外面有人了，然后只有早上这个时间想尽量就是让先生感觉到妻子的存在，去表达这个爱。但是他不，他如果我是妻子，我会跟丈夫自己表达说自己的担忧，自己的想法，然后就跟他就是说，比如说。他需要什么才给他什么，而不是说硬要让他喝牛奶。对，就是这个妻子就一厢情愿嘛，是吧？就是她也是爱丈夫的，但是她爱的那个方式太，或者说太短缺了，太贫乏了，除了给牛奶，好像没有别的方式了。我特别同意你说的这个，她可以沟通。我就是想爱你，但是我这个爱你可能觉得不舒服，收不到。那你告诉我，我怎么爱你，你能收到，对吧？要是你嗨了，你会这样沟通，对吧？对，我会先跟他说我自己的担忧，我自己的想法，然后跟他说，你这个比如说升官了，可能很累，那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就是可以跟哎，他沟通，对。对，所以这个沟通特别重要，所以我这块我就特别，我就发现你就抓到了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要用别人喜欢的方式爱别人，而不是用我们想象出来那个方式去爱，是不是？这是你的意思？对，不管是跟孩子之间也是这样子，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也是这样子，对，我们一厢情愿，我们还自我感动，其实别人也没收到，对吧？对，那孩子或者老公觉得你很讨厌，就是吃力不讨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爱得很累很累，对吧 对，是的。？OK，那嗨了，你还想不想把第二个那个案例给大家说一下你的想法呢？好的，就是刚才第二个案例，您刚才说的，我不是听得很清楚，因为我刚才在做别的事情。您刚才说的是不是说，女儿为什么会去做面条？她之前是发生什么事情呢？之前是女儿报了一个课，可能没有准时的去上，把那个课耽误了，妈妈很生气，把女儿批评了，妈妈就上班了。等到妈妈回来以后，想着女儿可能会加紧时间在家里去赶快赶作业嘛，没有想到厨房弄得很乱，还端了一碗面。妈妈就说：“你这碗面，你浪费时间在做面，这是第一件事情，你不去做功课。
第二，而且你这个面做的还跟一坨屎一样的，女儿就崩溃了。然后妈妈又会觉得，哎呦，我说重了，但是妈妈又不知道到底我错在哪里。那您是想我做女儿还是妈妈呢你也可以先做女儿呀，？OK，你如的。果我是女儿的话，妈妈一回来就给我一团骂，那我现在还是只是妈妈的年纪的哈，我这个思维现在比较成熟了，那我肯定会说，你能不能听我解释？我先去做面，是因为我看妈妈累了或者饿了，我先做一碗面，我等下回去把作业给做完。这是 那他这个女儿是青春期，可能他没有想会这么讲的这么沟通，对。讲的这么那个哈。可能女儿就一下子，委屈就来了啊！我是疼你，看你累了，饿了，给你做碗面。你居然说，这么难听的话，伤了我的心。对。对，那你觉得妈妈的成长方向是什么？或者就说妈妈其实在哪一块？要先问清楚事情的原因，为什么去做面条？如果我是妈妈，我会说啊，你给我做的面条，妈妈，非常感谢，很谢谢你。那妈妈等一下吃，先跟你聊一下，你为什么会先去做面条？那个课，妈妈觉得你还没做好，是不是应该先去补一下？对，所以你看你说的这个话呢，就是这个妈妈一定是情绪比较稳定的，而且能觉察自己情绪，她才能心平气和的沟通。然后我觉得你看，我们说妈妈成长的方向是什么？其实当时这个妈妈她也是在微信里私下聊呢，她就给我说，她说我也很后悔，后来女儿就崩溃了，这一崩溃一个星期心情不好，反而后边啥事儿都做不好了。那就是。哎呀，但是我也知道不应该那样说话，但是我就不由自主的那样说了。其实我也刚才讲到，这个妈妈是一个，就是是一个离异的，这个女儿实际上是个，就是他们是个单亲家庭。你看啊，我会有一个，就是这样子的考虑。你看啊，回过头来咱们来看这个，案例的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妻子要看到自己的担忧，并且去表达和沟通。那么，作为丈夫来说，他也不能够，就是面对着这一碗牛奶啊，他要不然就是倒到马桶里嘛，趁着妻子看不见就倒到马桶里，这个叫逃避。然后呢，妻子在中间站着的时候，他就会咕嘟咕嘟喝下去了啊，还说谢谢你好喝，这也叫讨好。事实上，我们说逃避还有讨好对关系呢，都是不利的。这个丈夫需要表达的，就是刚才呢，你已经说到妻子的这方面，但如果我们是丈夫的话，我们要表达，就是说你怎么做，我就很开心，我就收到爱了，对吧？这是刚才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啊，我自己想的是妈妈成长的方向啊。我记得前边的课堂上我们讲过，沟通的时候把人和事儿分开，就是因为第一课我们在讲欣赏。的那个部分时候，很多人就讲，他明明把事儿做错了，我怎么去欣赏他？后来我也给大家教了一个办法，就是你把人和事儿分开。这团面做得很难看，但是孩子给你做饭是在想什么？看见妈妈生气了，想着我做一碗饭，可能就让妈妈能够，因为我做错了嘛，我用这一碗面来道歉嘛，就是我那个课没上好嘛。对吧？或者我没去嘛？你把人和事儿分开了，是不是你就好跟这个孩子好欣赏他了？就是宝贝儿，妈妈其实看见你用心的给妈妈做了一个面，对吧？但是这个妈妈上来就说你做什么面呀？花浪费时间。你看，第一是浪费时间，第二，就是面做的还这么难看，就说了个很难听的话。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妈妈还有一个亟待提高的，就是她感受不到爱。这个你觉得 Helen 我说的这个你能够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妈妈感受不到爱。
对，因为女儿给他做了面，他没有感受到这个爱。就是这个人用心想给他表达这个爱呢，妈妈没收到爱，妈妈的注意力全在那个啊，你为什么那个课没有上，你这个面还做得这么难看，实际上把人给丢了，是吧？嗯，是的。所以这个妈妈急需要提高自己对爱的感受能力。第三个呢，这个妈妈其实呢，也不会沟通，上来就把孩子骂了一顿，而且骂的话很难听。其实是他要学会沟通的，就是原来我们在课堂上说的三句话的沟通。最后我觉得这个妈妈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她作为一个单亲的母亲，又没有丈夫支持她，或者说她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这个来自爱人的这种支持呀、关爱呀，她自己是焦虑的，然后不由自主地把这个焦虑和不安就发到孩子身上了。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家长容易犯的这个问题，就孩子就像一个情绪的垃圾桶，我们下意识地把自己的坏情绪，也不知道从哪儿弄的坏情绪，可能老板那儿的、老公那儿的坏情绪直接就撂到孩子这儿了。所以可能这个妈妈，你看她后来她也觉得很后悔，我不该那样子说孩子，但是我当时就是控制不住。你控制不住，可能你的焦虑已经长期了，就说你这个情绪已经长期在你的心里，你今天终于一点小事你憋不住，你就爆了。所以像这样子的妈妈一定想办法解决自己的情绪。你如果这个情绪你解决不了的话，你这种三句话的沟通你肯定是达不到。那 Helen 还记得不记得原来咱们课堂上讲过这个三句话的沟通这个套餐？三句话沟通套餐，就是说共情，是这个，赞美、欣赏，我都忘记了。我还有谁？还有谁能记住呢？哎，有一位举手了，好，你自己把话筒打开。好像三句话是：第一，描述事实；第二。说出自己的感受情绪，第三是讲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对对对，就是说得很好啊。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就是可以是赞美、欣赏、道歉都可以，第二个部分说自己的感受，第三个部分说自己的期待。对，就是你刚才说的你想要的。那么你看啊，当这个妈妈回来了，看到女儿厨房懂得，就是她想象着女儿应该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作业或者干什么，但是没想到厨房懂得很乱，然后又端了一碗面出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想沟通的话，你第一句话应该是赞美吧，赞美和欣赏。那我想要是我的话，我首先我对爱是有感受力的，我知道孩子想用这碗面表达他的爱呢，我就说，哎呦，妈妈很欣赏你，给妈妈做了一碗饭啊，想着妈妈累了，谢谢你哦。第一句话，对吧？第二句话我们该说什么了？其实妈妈还有点担心，就是你那个课没有上。你看我没有说你不做作业是错的，我也没有说你做这碗面浪费时间错的，就是没有说你应该怎么样。我是说我，妈妈就有点担心你那个课报了，你又没有上。下边的课跟不上怎么办？这是妈妈的担心。第三句话就是，那需要妈妈怎么帮助你呢？就是这个课你报了你又没上，你肯定是有困难，是不是有困难？需要妈妈怎么样帮助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任何沟通必须有这四。后这也是我的一个学员，他一弄他就说，哎呀，方老师那个沟通套餐来了。任何情况下说够三句话叫沟通，只说一句话叫吵架。就像你看这个妈妈一上来就说，还做面呢，你做的就跟一坨屎一样的，你还不去做作业，完了，这就变成吵架了。效果好吗？你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孩子一个星期不理你，天天在那哭崩溃，你沟通的目的不是这个，所以可能你只说那一句话，那个不叫沟通，必须说够三句话。我再重复一遍啊，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
其实这一块呢，我是在第一个部分里，就是赞美欣赏那个部分里讲过一下，可能有的人忘了啊。就是第一个部分，最好是跟对方共情，说一个赞美欣赏，说一个感受，说一个那个，或者你错了，你也可以做一个道歉。第二个部分说什么呢？说自己的感受，妈妈有点担心，你那个课报了，你又没有上，妈妈有点担心，老师骂你怎么办，对吧？第三句话说一个期待，那你不上是不是有困难啊？需要我怎么帮你啊？这个叫沟通。如果不这样子去跟人讲话的话，你看，又有期待，又有自己的担心，就是自己的感受，又有对对方的共情，这是一个完整的沟通。我不知道，就是这一块啊，这是我顺便说了一下，就等于把前边的又总结了一下。对，欣赏、感受、期待，好的。有朋友已经在群，在对话框里说了 ，OK。好，关于前边的两个案例啊，咱们的课堂的练习就到这儿。然后你看时间特别快啊，现在马上又要到十点了，到九点了。我再讲一个啊，就是我们再讲爱的五种表达，爱的五种表达。我再讲一个，我小的时候，我小时候看到过一个夫妻俩的一个场景，后来我其实是一直是不理解的。后来当我学了爱的五种表达，我突然理解了，我也想把我这个觉察和理解也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住的是那种单位的那种院子啊，院子中间有一个水龙头，大家呢到了周末呢都会拿一盆衣服，那时候没有洗衣机，就端到那个水龙头，那是七十年代啊，端到水龙头去洗衣服，还是搓板洗一盆。因为你在那儿洗衣服，可能就是不要钱的那个水嘛，是免费的。我差不多每个星期，我那时候我是个小姑娘，整天院子里玩，我就每个星期就会看到一个特别瘦小的女人抱了一个特别大的洗衣盆，拿了个洗衣板，就在那个水池子旁边哐哧哐哧洗衣服。然后她先生又高又大，站到旁边，不动手，不帮忙，但是就有时候甚至还嗑着瓜子儿，但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两个人会有对话聊天。我每次走那儿我看不惯，我说这男的从来不动手，帮这个女的洗衣服，而且女的就那么累啊，我就心里就有点打抱不平。后来有一次走到他跟前的时候，我就突然听见啊，这个丈夫在和另外一个邻居就说呢，就和那个搭腔呢，就说哎，那个邻居说啊，你们洗衣服，他丈夫啊就给那邻居说你们看，你看我们家莎莎哦，这都生了两个娃了，你看腰身多好的，还跟那个小姑娘一样的，哎，身材太棒了。哎呀，这个丈夫一说完这个话，你看那妻子洗得更勇猛了。哎，我当时就很纳闷，就是这种婚姻关系是怎么维持下来的。但是现在我学了爱的五个表达，我突然理解了。你看啊，爱有五个表达，但是每一个人他对爱的那个表达的侧重点还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儿大家就想一下我们前边讲过的内容，你发现了没有，这个妻子在爱里头这五个里头，其实她最想要的是什么，而丈夫最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在这儿呢，我当我学了这一课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爱的表达必须准确，但不一定对等。就是其实在这个关系里头，到我们看，我当时是一个小姑娘，我觉得这个关系不对等，但是人家过得很和睦。那么这一块大家觉得看出来了没有，妻子在这爱的五个里表达里头，其实她最想要的是什么？还有哪一位？我可以说吗？当然了。我是觉得妻子要的是丈夫的疼爱欣赏，所以赞美他这是他需要的。丈夫要的是什么？对，丈夫很会表达，说哎呀，你生了两个孩子了还这么漂亮身材，那就是表达出丈夫对她的欣赏，对她的对她的爱，对她的满意。那妻子就得有了爱的满足，就越干活
又不累。对，我看那个 Sara 他在那个对话框里说了，妻子想要的是什么？是赞美和欣赏，就是我们爱的表达的第一个。丈夫想要的是啥？服务的行动，对吧？嗯。妻子除了要赞美欣赏，妻子还有一个想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陪伴。陪伴。对了，陪伴。陪伴。对。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那两口子爱到最后呢，就是爱来爱去呢，两个人都很委屈，就是没找到那个点儿。我就现在我就想起来有一个京剧的一个武打的一个片段，就是那叫三岔口，一个打的戏，就是好像模拟的是两个人啊，在一个客栈里头晚上相遇了，打来打去谁都打不到谁，就摸着打。很多夫妻就是摸着打，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对方想要的那个爱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自以为是的去打，老打不到点上。你看人家这两口子，人家妻子要的就是陪伴和欣赏，丈夫给了，丈夫要的是什么？服务的行动，妻子也给了。咱们在旁边看着我还觉得不公平呢，但是人家彼此都满足了，人家这个就叫人家在爱的五种语言里头，人家给严丝合缝的给对到这儿了。所以为什么我的这个课我一直说你们要沟通，你们要沟通，就别那种摸来摸去，有的时候两口子摸着打了一辈子还弄不到点上，最后就爱得很累很辛苦，你自己还很委屈，对方还抱怨，那个就是那就是太不智慧了啊。所以对老师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对，可以。那如果哈一方他不用你改变，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是双方互相沟通的，对吗？对，能够走进对方的心灵，知道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然后都去满足对方，但是只是一方的付出，然后另一方觉得不用一沟通，永远达不到你想要的，你就总觉得都是缺爱的，那这怎么办呢？OK，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如果对方不想沟通，一定是在婚姻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互相的伤害。对方要么是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隔阂太深了，或者就是对方会觉得沟通也没有办法，你也改不了，咱们就这样相安无事的过。就是他是有一种回避的态度。那在这种情况下，那还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的，谁痛苦谁改变，那你就要温和的坚持，你就不管他想不想，你永远记住，只要是个人，只要哪怕是个动物，他都是想要爱的。如果他不想跟你沟通，可能就是一直你给的爱就是没到点儿，或者说你那个爱就是没爱对，那个人没收到，那么我们就先调整自己，把那个爱很准确的给出去，然后还要怎么样，温和的坚持。就是很多朋友，就包括我自己刚刚学心理学的时候，就是我就希望我一学我马上就用，你马上就给我一个积极的反馈，有的时候对方反而还给你一个打击呢，说你像我儿子就说，哎，你正常说话哦，说妈你学了心理学你走火入魔了，你最近说话神神叨叨的，他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种表达是有爱的表达。所以我 Helen 我只能给你说温和的坚持，你只要相信水能把石头滴穿，你就相信你温和的坚持去沟通，总有一天会有效果。即便是没有效果，我们通过成长和改变，我们收获了一个成长后的整合过的自己，我们收到了一个完整的自己，这个我们也没浪费时间。所以就说别人改变不改变是别人的事儿，我们表达是我们的事儿，就自己的事儿做好，别人的事儿少管，老天爷的事儿不管，可能只能是这样子，我们才能心甘情愿的去做这个。所以这个成长是为我们自己做的，就是我们首先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别人，是为了成长自己。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回答你觉得怎么样？
说得很好，我们想从我把自己做成变成更好的自己。对，就即便他不改变，我们也收获了一个更强大的自我。所以我们那个群叫成长群，我们一点一点的成长，对吧？但事实上我个人的体会是什么，这个家庭亲密关系它就是个齿轮，你每一个人都是带着齿儿的，就这样子转，你过去一直是那种反着转，但是只因为它是个家庭体系嘛，系统，你只要其中有一个齿轮正着转，那么这个如果家还存在，它一定是就带动了所有的齿轮就往正方向转了，这个是科学，所以我们只要有耐心去做是能做到的。所以就是我们要彼此鼓励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群呢？我们在里边互相呢去探讨。OK， 那么还有就是，在爱的这个就是服务的行动里头，还有一些人他永远不求人，他会觉得我求人啊，让别人给我办事情，别人会觉得被打搅，或者别人要是不答应，那我就很没面子。所以我就是，其实就是昨天吧，在群里发了一个文章嘛，就是讲这个小燕的故事。我在这儿不讲这个故事了，我只说，被爱的最好方式是敢麻烦别人。很多人不敢麻烦别人，有的人还特别骄傲的说，我从来都不求人。但是你就把你自己弄到孤岛上了。所以我在这儿呢，其实今天也有一个小女孩，她也是看了这个文章以后，他就给我讲，他说老师，我其实就是特别害怕求别人，但是我身边又有一些人，他有时候就是什么大事小事都求我，我也很烦。那么他就问我说，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距离和关系呢？那么我个人的体会啊，我今天给他的回答也是这样子的。我说一个人啊，在人际关系里头大事小事都求人，而且呢不分场合不分别人的时间去求人，我觉得这个人是叫没有界限感。没有界限感，那就是或者是他依赖性太强了，过了。但是一个人他说我永远都不求人，什么事情我都一个人解决啊，我就是不受不了别人拒绝我的样子，我害怕别人拒绝我所以干脆不求人，这个也过了，你就把自己隔绝了。有的时候我们求别人帮忙，就是我们，你看这个小女孩就说，我去帮忙别人的时候我挺开心的，但是我去求别人给我帮忙的时候我不愿意，我就老害怕别人拒绝我或者给别人带来麻烦。事实上我们帮忙别人的时候我们开心，我们在给别人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温暖的。你也可以这样子想，就是当别人帮我的时候其实别人也是温暖的，也给了他一个机会来表达他对我的爱，对吧？所以你看啊，绝对的不求人，这个可能就是你或者我们说自我那个安全感不够，他是过度的保护了，就是动不动什么事大事小事都求人的那种人，那就又是界限感又不清了。所以你看我们讲心理健康是什么，就是得体，不是大小事都求人，也不是从来不求人，就是根据情况也去让别人给自己一个帮忙，不管是爱人还是孩子，我觉得其实是要让他们给我们帮忙的。我会有时候觉得，就是家长总说孩子啊，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把学习弄好就行了，那这样的孩子真的高分低能啊，将来也是不幸福的。你就要求求他呢，宝贝儿，妈妈今天肩膀特别酸，你给妈妈揉一揉，揉完了，哎呦，妈妈这会儿舒服了，幸福了。你看这个时候孩子还有价值，感觉他有用，对吧？我们去要求呢。那有的我就说，哎，你让你老公给你揉揉肩膀呀，给你捏捏脚呀。有的人说，哎，我老公从来都不给我，他今天不给你揉，那你就明天说你再给我揉，后天你再给我揉，温和的坚持啊，对吧？就是要求他呢。不要怕那个，就是他那个就给你一个冷漠呀或者是什么的。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女人一点都不求这个男人，这男人有时候还会觉得这女人太强势了。所以看在求人和不求人和怎么求，这又是一个大家要
刻意练习的一个东西。 OK， 今天咱们也到最后了啊，大家也做一个觉察。对，有一个朋友说了，有的时候是求人了，怕别人需要的时候自己帮不了忙。你看这个就跟那文章上说的一样，就是我觉得别人帮了我以后，我一定要对等的回报，如果我回报不了的话，那好像我就欠别人了，所以我干脆就不求别人了。但不一定别人帮你都是想要回报的，你可能也得去做一个沟通，也可能是我们觉得我们帮了人家，我们他就一定想着要我们要就是要他回报，不一定，可以去觉察这个东西，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想象的啊。OK， 今天到最后了，咱们课堂上做一个觉察啊，就是想一下自己的亲密关系，伴侣、孩子或父母为你做的哪些事情，你能感觉到他们爱你啊？其实哪些是多了，就是我们说爱的表达就是服务的行动，有的时候是不必要的，像那喝牛奶，那个其实是作为一个大男人，他喝不喝牛奶，你不需要给他端到桌子上了，是不是不必要的？那么可以替换吗？如果你能感觉到，你亲密关系里头谁给你做的哪一个服务是多了，你可以问问自己，可以替换，用什么替换？你去告诉他。还有呢，就是你做的哪些事情让他们能感受到你是爱他们的，甚至可能我们自己做的一些也是多余的，如何替换？先觉察，觉察了以后需要沟通呢，这是爱的觉察。爱的实践呢，就是为自己最在意的人来做一个行动上的表达，然后看一下对方的反应，并且去沟通一下，我刚才啊给你端了一杯牛奶，或者给你端了一杯茶，或者给你洗了个衣服，你是觉得怎么样？要就是这个又是叫我们说刻意练习，就是为的是什么？就是不要爱的那么累，要打到点儿上。OK， 本周的成长作业，大家要互相打个分了，就是你让你的亲密关系或者我们说的重要他人啊，让他给你打个分，你也给他打个分，打分之后在内容和数量上做一个沟通。如果他这个沟通就是他做一个什么样的事儿，你会觉得被爱，你让他也给你说嘛，那妈妈或者是妻子啊，我给你做什么事情你觉得被爱，我给你做的哪一个事情你觉得多余，咱们就直接一沟通，我们不需要就这样摸来摸去的，就是在猜，我们不需要猜，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可以沟通。那么在这一块我们说爱的三个维度，除了感受别人的爱，表达自己的爱，同时我们爱自己是什么，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服务有没有行动，也给自己打一个分。就有很多，就像刚才那个王倩就说，哎呀，我给先生了很多，我给孩子了很多，那我给我自己的服务是什么，也问问自己啊，我们对自己是怎么陪伴的，我们给自己的服务是什么。就比方说有一天我就说要喝一个啤酒，对，吃饭了，那一天还挺开心的，就说哎，今天挺开心的，要喝一个啤酒，我就直接拿了一罐啤酒放到我的桌子上，放完了我就突然想起来，这如果是我给我的女儿坐到这儿，我给她喝一个啤酒，我一定找一个漂亮的杯子，我把这个酒倒杯子里头给她放到这儿，而不是直接蹲到桌子上。对呀，我为我自己也要有这种服务意识呀。然后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刻意的跑到厨房拿了一个漂亮的杯子给自己倒到桌子上。有的时候真的是总是给别人服务呢，就把自己忽略了，这个也是爱自己啊，对吧？大家刻意的去觉察一下。方老师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对，可以啊。是不是就是说这种爱的五种表达，比方说你先生喜欢用某种方式，一般的人呢也是说他希望你用同样的方式去回报他，比方说先生像那个需要用语言
那你也去经常用语言，先生是用服务，那你也就回报服务，一般是不是这种状况呢？对呀，就是总而言之，我们要记住一个，就是最基本的吧，就是我们要用对方喜欢的方式去表达这个爱，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就像就是我特别爱吃包子，但是呢你爱吃面条，那我还觉得包子挺贵的，里边还有肉，我就天天给你吃包子，我还做得很辛苦。然后你收到这包子，你说你是感谢我你还是不感谢我，其实你特讨厌吃包子。然后我还觉得，哎，你没收到我的爱，你还觉得我就没收到你的爱，我还得谢谢你，我心里就很憋屈啊。所以可能就是要做一个沟通，就是尽量我觉得是个双向啊，一方面就是我们用对方喜欢的方式爱对方，一方面如果对方用的那个方式爱我们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要感觉到这个方式后头那个心是爱我们的，同时我们去做一个沟通，甚至你有时候沟通了他还是爱的不到点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接纳，其实就是还是那个我们对自己来说，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不要求对方改变，接纳他，我们透过烂包装我去看到这个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们自己一定是想办法去到位的去给出这个爱。那是不是就是说比方说像我先生他就觉得是做服务就是爱，那我也是不是一般来说比较可以说，那他在他脑海中呢，做服务就是爱。那我要是让他喜欢的方式，我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去给他做服务？因为这是他对我的爱的方式。那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他。啊、也可能他就会理解为什么你给他服务了，你给他服务了，这就是他收到爱了。所以这其实又是一个盲区。可能就像我刚才说那两口子一样，其实那个男人啊不需要别人赞美和陪伴，那个男人就需要别人给我服务我受到爱，但是那个女人呢她就要的是你可以不给我干活，但是你要表扬我，你要陪着我，我只要在那干活有人在这陪着我，我的爱就收到了。是，所以这是个盲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那我给他服务他就收到爱了，那么是不是他给我服务我也应该表示收到爱，但是其实我不需要你给我服务呀，我就需要你表扬我呀。但是有很多人他就是一边给你服务一边骂你，是吧？就是昨天那篇文章就讲的嘛，妈妈是一边给他洗衣服做饭一边呢指责他批评他，然后他就对这种爱呢就是分裂的一个感觉。那你就要跟他沟通了呀，是吧？对，好，谢谢。好的，也谢谢你啊。对，就是需要沟通，所以这个啊，就是我们的作业，还有自己给自己要做很好的服务，对吧？也给自己打个分，是不是在为别人服务的过程中把自己给忽略了，不爱自己了？然后去观察孩子、爱人，跟他们去做一个沟通，这就是王倩你刚才说的啊，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还可以，如果大家都发现了，哎呀，以前那个点儿都没打对，就是瞎着打呢，就是我想象着打呢。OK， 那我告诉你了，我不爱吃包子，那下次你给我做个面条，就是这样子，这不是就清晰了？实际上，最后咱们爱的五个表达都讲完了之后呢，我们会要求大家就拿着这张纸，夫妻亲子之间做一个好玩的游戏，你先想象一下，给对方打个分。再让对方给你打个分，你再想象一下对方有可能给你打，你就会发现很好玩，很多东西你就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啊，会有一些新的发现。